Giants. Today, the players are being escorted by boys from a local team in this city.好，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到场，想听当然不让世界充满你们上场支持来收看这场比赛。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，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。哎呀，心情也不错，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。好的，现在比赛开始了，拉什福德将球扑住，惊人的反应速度。 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，马库斯·拉什福德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。机会不断，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角球。法比奥·卡纳瓦罗排除了险情，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。 阿古斯·拉什福德准备把球送入禁区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弧线把球抛外出去，一记直塞球，很聪明的跑位来到了有利的位置，高高跃起。 以实力进球，他收获的第一座小里程碑。精彩绝伦的头球太精彩了，这球顶得很扎实，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。要论空中能力，他可是当仁不让。当然，这肯定会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在我看来，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虽然还有很多时间，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他们想要改变进攻的路线。 卡纳瓦罗，里杰·卡尔德，安德烈·皮尔洛 ，AC 米兰希望通过短传配合穿透对方防线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。本杰明·帕瓦尔的解围，出现的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球来到了左侧。 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梅西把球传了出去，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。还有埃尔南德斯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拉什福德，梅西有射门机会。保罗·马尔蒂尼出现，把球破坏出去。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罗德里·埃尔南德斯在左边路打得不错，看看能否利用好这次机会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。卡卡、姆巴佩，很重要的一次拦截，长传发动进攻。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门将大脚长传，鲁梅尼格，法比奥·卡纳瓦罗，皮尔洛，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卡福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鲁梅尼格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拉斐尔·莱昂。
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球打进了。我喜欢这个射门，这次要传得再晚一秒恐怕就越位了，无论传球还是射门都得点赞。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。众所周知，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，双方都实力超群，而且互有胜负，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。卡福充分展示了精湛的脚法，鲁梅尼格展示出了他强大的防守能力，球处理得很漂亮。能看到一名前锋有这样的防守表现，实在令人钦佩。对于任何一支优秀的球队，前锋就是第一道防线，然而他做到了。伊杰卡尔德，梅西成功断下皮球，一记长传，莱昂内尔梅西处在绝佳的位置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梅西，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，向前推进，意识很不错。特奥埃尔南德斯，伊杰卡尔德，姆巴佩，一次犀利的防守。梅尼格有机会打反击，这下成功摆脱了，很精彩。射门，险情暂时解除。There will be 1 minute added time。莱昂内尔梅西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。姆巴佩，伊杰卡尔德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漂亮的传中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。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，看到目前的比分，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。不过事实正好相反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，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账，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AC 米兰下半场开始组织进攻，皮球来到他脚下，梅西球被弹了出来，姆巴佩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皮尔洛，泰奥埃尔南德斯，特奥埃尔南德斯，皮尔洛，球来到了左侧，皮尔洛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无奈选择了回传，能否接到球呢？卡福，约迪阿尔巴从左侧一路高歌猛进。拉比尔莱昂横传到对方门前，帕特里克维埃拉排除了险情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梅西，姆巴佩，能进球吗？他们进球了，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。我想我们得同情一下守门员，被自己的后卫挡住了视线，等他看到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 AC 米兰取得领先。 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1,898。 梅西，基里安姆巴佩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，直接传到前场，拉斐尔莱昂，
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一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这个时候是应该传球，但脚法没有掌握好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梅西，卡福，梅西，封堵的不错，不过也送了个角球给对方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Number 17, Rafael Leão. 被门将拒之门外。Number 11, coming on the field. 位置不错，这球很漂亮啊。Bruno Fernandes. AC 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。Kylian Mbappe. 防守球员的积极性十足。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，这是毫无疑问，不然还能怎么办呢？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。是的，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。德里赫特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。莱昂内尔梅西跑向传球的落点，梅西，帕卡，基里安姆巴佩棋逢对手，更是输不得啊。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，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，这时候后卫顶上去也无妨啊。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，传球，很漂亮的组织，很聪明的跑位，他们信心十足，体能也非常的充沛，不过他们必须保持住球权，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了。他们重新夺回了球权，往前传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流传门将重新组织进攻，鲁诺·门德斯拼命跑向这球的落点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！快攻的好机会，拉斐尔莱昂前面有空当，他抬脚射门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裁判身上，点球 ，AC 米兰得到了点球。这是扩大比分的绝佳机会。德赫亚精彩的扑救，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。经历过这次险情，他们一定会让球远离危险区域。刚才的情形，球迷们一定要吓坏了。二八，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，得赶紧了，时间不多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. 卡卡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抢得好，没有让对手吃到豆腐。伤停补时时间已到，裁判的哨声响起， AC 米兰以一球之差取胜，比赛很有可能是另一个结果，成王败寇，胜利就是胜利。卡卡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，这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。
好了好了，蔡指导，别整发型了啊！起来啊！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？回过头来看，开场早早的进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尽管他们没有大比分获胜，但早进球会极大的提升球员的自信心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比赛的走向。好的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慧强的精彩评论，祝大家晚安。